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 Road Trip 的第一集，是我们在美国快3年第一次走的 Road Trip。Road Trip 相对于别的旅行方式来说，我觉得前期要做的功课更加的多。个人认为美国实在太大，很多地方还是坐飞机走比较方便。那今年夏天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觉得天气比较好，就沿着海一直开，逛完了新英格兰这一块地方。由于一辆车上有老有小，所以不适合每天开太久的路程，我们就订了3天的 Airbnb 在 Boston，另外3天定在了 Gastine，以这两个地方为基准，每天就这样放射性的出去玩，开1到2个小时出去玩，每天都不会非常的累。加上这两个 Airbnb 租的是两个很大的别墅，别墅里的设施非常的棒，都在海边，每天还可以做饭烧烤，心情也是很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从刚刚的航拍中可以看到，这一段路真的是风景非常的优美。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大致的行程。我们第一天从纽约出发，在去 Boston 的路上，这一段路一般要开4个小时左右。途中我们会路过一个叫 Newport 的 town。听同事说，这里一直是美国人的避暑胜地，于是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这里到处都是有钱人的避暑山庄，沿海的地方布满了大别墅。我们的第三站是 Provincetown，在 Cape Cod 的顶部，以 LGBT 而出名，镇上到处都是同性恋者，有很多男扮女装或者是女扮男装的人。那些人穿着也非常的奇特，小镇上五颜六色的，非常的漂亮。有些真的非常的夸张，不太适合小孩子。传统的朋友可以绕道而行，但是我建议大家来看一看，因为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景。旅行的第四站是 Boston，是一个充满着历史文化的城市。美国独立战可以算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美食城 Quincy Market。这个 market 非常的大，里面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以美国的食品为主。我在这里尝到了当地非常著名的 lobster roll。第五个景点就是哈佛大学，在我们去的当天，Boston 下起了雨，我们开车在大学城里兜了一兜。大学城里真的非常的优美，文化校园的氛围非常的浓。我们也没有拍什么具体的东西，只是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旅行的第六站是一个叫 Gastine 的非常安静的小镇，在一个半岛的尽头。由于风景非常的棒，很多画家和艺术家都住在这里开画廊。这里也是我们第二个 Airbnb 租的地方，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家附近看了日落。下一个景点是在 Gastine 的路程不超过1小时的一个密州公园。我们在那里 hiking，跑到了一个桥上，看到了整个城市的全景。最后去了一个炮台公园，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值得。第八个景点也是这次旅行的重头戏，Acadia 国家公园。这里真的非常的漂亮，就是人多了一点。有名的景点的地方停车位很难找，我们绕着一个叫 Jordan Pond的一个湖 hiking，路非常的平坦，老少皆宜，十分推荐。中午的时候，我们还在湖边野餐，欣赏着优美的风景，真的是十分宜人。最后一个景点是 Portland 灯塔公园，因为最后一天要赶一天的路回家，所以我们决定在路上找一个景点野餐休息一下。
最后发现还真是选对了地方，面对着海风，吃着面包，在公园里还蛮有意思的，孩子们可以尽情的奔跑，当然灯塔也非常的漂亮。接下来三段影片就是我们在 Newport 小镇上的 hiking，这里是避暑的圣地，就在海边，徒步的路上路十分的平坦好走，然后就靠着大海，可以一路吹着海风，也不是非常的热，十分的舒服。在这条沿海徒步的中间有一个景点叫四十台阶，是一个楼梯，从这里下去可以直接到大海。我们从这样一个景点来说说美国和很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相对于法国或者中国，美国的税收比较少，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国家介入的非常少。比如这个楼梯就是当年住在对面房子里的男主人为了让孩子可以去大海而出钱建造的，之后他便把楼梯的使用权送给了政府，这样让周围的老百姓和游客都可以下去走一走，看到海边的风景。类似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一路上有很多给徒步人休息的长椅，面对着大海坐着很舒服，每个椅子上都有一个小牌子，一般也都是老百姓为了纪念自己过世的父母捐款筹建的。这样的长椅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附近也有很多很多。而在法国，缴纳的税比较多，老百姓自己可以支配的钱就比较少，很少有钱做公益事业，老百姓一有需求就会去找政府。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很多亿万富翁在退休以后就去做公益基金，一来这是他们的文化，二来他们觉得需要代替政府回报这个社会。你们觉得哪个更好呢？可以留言跟我们讨论一下。在影片的最后，我们想给大家看一看开车上沿路的风景，是一段很有名的 Ocean Drive。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希望点赞和订阅哦，我们会不时的更新，都是我们在美国或者是在法国一些旅行记忆的片段。